就写看一下山猪肉便当啊，各位，还有非常好喝冰凉的生啤酒，各位，如果你还肚子饿的话呢，赶快到我们的美食柜位去享用这些美食哦。那到底是法蒂野食便当好呢，还是打卡咖啡的特别好呢，还是东东的栗子？我选法蒂野食好了。如果你还没吃饱的话，赶快去吃，一起去巡回悍将，加油！感谢谢今天的悍将特派员给的东东以及栗子。今天全新的一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都可以一饱口福了。你现在在听哑音吗？太僵了吧。